己的啦。我不听啊！你只喝这个。Allen， 我们是几号？那那个退房就钥匙给你们。哦，好的。好，好，谢谢。好，谢谢。上几分？还有十五分钟。现在没有熟的，现在等一会儿才有啊。哦。那小笼包呢？小笼包有。这里啦。哦。上车。是不是梯田现在？梯田现在还没种，我们是一年种一季。要收一次，收一次。对，只能收一次。现在到五月底六月初插秧，到十月过完十一以后才收割的。哦。嗯。哦。十一月才收割，那那时候就是他那过完那个国庆以后，就是他这样子还会那个一片黄色的那个吗？对对，一片金黄。你走吧，那公车你走吧。哦，到秋天就这样子啊，那个稻谷金黄的时候。秋天就夏天是看这个绿色。嗯。现在你们上去的话呢，就是这个是开始，这个灌了水了。哦，灌了水。早上漂亮，早上看得出。早上去哪里看得出？一号观景台。一号往西边走吗？山上，就是你们住的是下面，你们得到上面去。哦。这个就是山上。哦。白色这一台，对对，好，他来样车
中排坐三个，副驾坐一个就可以了，你们总共四个人。好，我坐前面好了，我东西比较多。金坑酒店。哦。哎，那两个人呢？大正走。哦。哦。对。上个车，上个车。哦，感觉今天人不是很多。还是因为他们都在下面呢，我也不知道。哇，这个路真的超厉害。这拖鞋是可以拿的吗？可以。哦，我知道了，谢谢。你们这边有水可以喝吗？可以，在下面。在下面。我们有水壶，到时候或者你可以烧一瓶水拿上来。好，好，谢谢。哦。是啊。要不要鲜汤？他们都走右边这一条。看他们自己的。好了，那就一起走了，一起走比较不孤单。这条路比较不好走。这个很舒服。嗯，还蛮凉快的。咱俩这个慢了一步。这边还没打下来了。嗯，他那边干嘛呀？那边没打呢，等打了再给你。我买个东西喝。买一点小吃和小喝的。好。好。嗯，没有比较少吃什么东西。有，我能当谁呀？你看我都。哎，这是蜂茶哦。这个是蜂茶哦。啊，那哦，那个是蜂蜜的。蜂。哦，那个是那个黄蜂酒，这是湿的。酒啊。黄蜂啊，
毛峰怎么卖这个？这个150块一瓶。150块。哦，你们这边还有蜂蜜啊？蜂蜜是这种。哦。蜂蜜是这种，这是防风酒，这是专门给老人家治风湿用的。哦，风湿啊。治风湿啊。哦。啊！还是值得你走。你为啥走开？走开！再干这个老婆。你拿钱跑啊！没事。没事。拿上来吧。记得辣椒酱。猪肉好像跟他们一半的话就一半喽，他们好像也是一份就100多。多啊，好像差不多。嗯。嗯要拍个照片吗？可以啊。哎，这个好，这个，对。其实这个回去可以调色。这个是什么？这个。传统的布机啊。哦。都是用手工去做的。对。这种也是手工啊，这种，那个是织的。哦。有些是绣的。看一下。看一下嘛。哎，到了，刚好7点，好，上吧。尖笋会不会苦苦的？对。笋的味道吧，笋的味道吧，笋的味道就是苦苦的。嗯，我刚吃了那个。Hello。看。哔哔啵啵哔哔。真鸡，蛮香的。香哦。好香好香。我觉得。他应该不会气到半夜来找我，竟然用我的所有的家人都够不够？来喝杯咖啡。Cheers。哦，这还蛮浓的。我觉得自己酿的水果酒其实还蛮浓的。还够吗？还够吗？够。不用吃太饱。那先用厕所。好。要关。
他们现在在放水啊。对，流水比较好。嗯。You're living early too? Hmm? You're living very early? Yeah. Yes. Where are you heading now? Back to Guilin. Oh, what time is your bus? 10 o'clock. Oh, you have a 10 o'clock. Yeah, so we have some more time at Guilin to go around. Yeah. Where are you from, Hong Kong? Taiwan. He's from Hong Kong, my friend. Yeah. So where are you from? Singapore. Oh, Singapore. Yeah. So you travel a bit to long Hong way. First. Yeah, it's a long way for us. We went to Hong Kong, and then we're based in Yangzhou. Oh. Yeah. Okay, so you are on the vacation. Yes. Oh, nice. Then we go on from there to Lijiang. Oh, Lijiang. Lijiang. Oh. Yeah. Okay. So you're going to Lijiang, Yangzhou.罐装的，对，好。那二号也是往那边走，这边侧门，那边出去，侧门出去，对，侧门出去，好，很快，20分钟，你们绰绰有余这个时间。嗯，好，绰绰有余。OK， 那我们走了，拜拜。拜拜。See you later. Have a good one.去二号景观台的路上，嗯，还不错，应该那个缆车的最底下啦，我猜是缆车的最底下。还有在下边？在下，在下。对。哦，那个是金佛点啊。对啊，金佛点啊，对啊。搞不好真的有1000层。因为小雨打伞。哎，到了，千层天梯，还好了，还好了。二号警官台，啊？有这么快吗？不是，我记得。我看有这个，那么快吗？嗯？这时候就要说一句。台湾最常说的话，还有什么？见鬼了！我应该，那个灯啊，那个吊篮对，是黑色那个建筑出去大厦。我还有不是？可是我们从大寨上来不是有缆车的吗？对啊。好怪哦、喔！哎、欸，请问大寨停车场往下走吗？对啊，就是把路往下走。哦，好，谢谢。还有多少时间？哦，好，谢谢。嗯，大寨停车场。如果它那个标志，往下再转吧。好，好，谢谢。好，哇，妈，那碗饭好香哦。这里先有 ，Beach High。我说50要不要？要不要？那算了，我自己走。反正都快到了。嗯。好了，到了。我在这里。好。上面跟上面。
分钟。你要吃米粉还是？米粉啊。米粉在那边。米粉我不知道来不来得及，剩十五分钟了。剩几分钟可以啊？他说，上一圈的那个阿姨啊，还是你要？我喝个咖啡就好。好，一个咖啡拿铁好了。天哪，爬了两天山可以喝咖啡，超爽的。终于到了。好啦，其实这车我也会开啊。Me.